讲到，比如说你如果要用 IP 位置，我刚刚讲过，你看按右键这边可以存取一下你自己的那个 IP 位置，然后你可以告诉别台、别的同学你的 IP 位置。但是如果你要连进来的话，你就打这个 IP 位163，163.14.15.165嘛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就是把那个什么呢，之前要写进来的那个 IP 位置，本来是 localhost 有没有哈？那你其实可以用取代的啊，假设 localhost，你可以把它全部取代，成什么呢？假设 Ctrl 加 H，好，它会 Ctrl 加 H 就是取代嘛哈，然后你就把那个 IP 位置打，把它输入上，就163.14.15.165，好，OK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代一下，基本上就是把，少一个 L，OK 哦，还好，OK 好。这个也是要小心的哈，其实都是细节啦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大部分同学发现的错误哈，大概我发现80%都是不小心，哦，少部分是因为可能观念不清楚啊，还是不太懂啊，再来就是不熟练啦，哦，所以其实如果都克服这些问题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做这些程式的工作哈，也并没有很困难呐，哦，但前提就是要够细心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要够沉着，要能够稳住啊，不然的话，你可能真的会，当然大部分都没有问题的，可是只要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如果回去有练习的话，应该就会有感觉。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过程啊，那慢慢你会发现哦，其实这些好像都不是应该发生的，就是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的关系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这些都可以克服。还有呢，如果你犯了一次错误之后啊，记得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，不要再犯第二次。像我的习惯，一定会把它拍照，好，一定会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把它写下来。像我写云端也是啊，我把它写云端，好处是什么？我下一次哈，我只要回头看一下，比如说远端连线我不会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我以前做过，我忘了没有关系啊，我就回头看一下，我就会了嘛。所以我就尽量把它忘掉，没有关系。我看一下我就会了嘛，那干嘛把它塞在脑袋里面？对你脑袋有那么大的空间吗？对不对？即便有啦，也很累，好不好？其实以前会觉得会很容易疲倦，是因为你塞了很多不应该塞进来的东西。那些应该放哪里？放在你一个很好找到的地方。那我自己习惯是放云端，为什么？因为一打开手机要打开也很简单，我打开云端。那个 Google Drive 有没有？那云端硬碟的 App 嘛，打开我也可以看到一样的画面啊。所以我要备课的时候，我打开我就可以看到了，对不对？而且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所以我很熟悉嘛。好，然后呢，里面的话该怎么做？有没有？第一个当然特别重要，使用者这边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你这个 database，这边使用者你记得哈，你将来写程式的时候哈，可能第一个我把这个取代一下，IP 位置可能要取代哦。OK。取代完第一个，所以你待会也许可以两两互相同学互相哈、哦，就是你也许建一个 database 给他啦，你不要用一样的，比如你问题二之一、2之2，反正你有给或者是底线可以什么一个名称就对了哈、哦。第二个的话呢，你写程式给人家哈、哦，其实最怕是你把 root 的权限也给他了，因为以后如果你假设你也 open source 也给他的话，那他也会知道你的。管理者的账号密码，其实这个是最大的禁忌啊！因为一个 server 最怕是把通通管理者的权限都给人家了，那你可能你的灾难才是开始啊！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不能让他怎么办呢？请各位注意一下哈，你如果要开启一个权限给他的话，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怎么样，在这个使用者里面哈，新增一个使用者，那这个使用者的话，记得哈，加一个比如说 test，好，假设了哈。那你假设要给另外一个人，你可以给他其他名称，然后呢，主机位置特别注意哦。如果你用 localhost 哈，只能连自己，不能连外部。所以刚刚特别强调不要 localhost，因为你其他电脑也连不上。所以呢，你任意主机指的是任何一台 IP 位置都可以互相连接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一个 person，person 我记得意思是应该是所有的啦，好，类似像 start 所有的。主机都可以连线啊，然后密码也给一下，然后你就另外呢底下还有权限，就是说你给他一个账号密码，另外你要给他什么权限呢？理论上哦，你可以全选的，我这边是全选，不过
你还可以再区分，所以它如果唯独的话，只能 select，不能 insert into 等等的，你也可以设定权限。那设定的方法，我们来做一下好了。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，在 home 回到首页之后的话呢，有没有有一个使用者嘛？那我刚刚讲的里面目前有 root，那你可以新增一个什么呢？哎，这边可以给一个 test，好，然后所有的主机都可以。密码的话，一样给一二三四好了，这样比较简单。我们练习的话呢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密码是可以产生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全选一下好了。当然，未来如果你不要让人家可以删除，你就把这些权限打勾取消，它就不行删除，不能新增了哈，没有权限就对了。有打勾才有权限啊。目前我是全部给他，还有这些啦，什么 draw table 啦，这些可以删除。不过你担心，如果以后他做你 table，你可以把这个打勾取消，他就不能够删掉 table，诸如此类的哈。我们全选好了哈，那最后按个执行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你已经新增一个有没有 test，所以你可以怎么从别台哈写到这边啊？你可以跟他讲说，那你将来哈你就用那个账号啊，那个账号里面就不要 root，你可以用 test。有没有？然后改一下啦。所以你刚刚那个也可以这样嘛，就是 Ctrl 加 H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给它改成 test，这样子，然后取代，慢慢取代好了哈，比较安全。OK，好，取代完，有三个地方。那取代完之后的话，也许你可以再 run 一下。如果你取代完之后呢，也可以全部新增，那应该就没错了。来试一下哈，新增，可不可以跑完了？哎，全部跑完，那表示呢，你刚刚用了 test 的权限，把资料写过去了。那所以你也可以别台电脑也可以写到你那边去了。好，OK，然后待会呢，我刚刚有提过了哈，就是说，除了我把它先删掉，除了说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它右左下角会有几笔啦，可是不清楚，所以我这边弄了一个新增全部底线表单。那这个表单指的就是说，它会秀出一个状态列。然后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就是当我按下去它新增的时候，每一笔它更新一下，每一笔更新一下，所以它会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什么时候关掉呢？就是当它已经全部新增完了，就自动关闭了。OK 哦，啊，这个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，只要你需要让使用者等待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怎么样跳一个这个东西出来？比如说你从网络上捞 data 嘛。那可是你要捞很多啊，你不可能说捞到什么时候 user 也不知道，就只看到画面在闪动，那他会觉得说这个是坏掉还是怎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对他会一直按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这东西的话啦，他就哦快了，即便跑很慢，他也会知道啊，跑这么慢，啊，当然如果贴心一点，你可以给他预估时间啦，不过可能你这预估时间就是要稍微再算一下，但你这。这个已经算够贴心的啦。OK，那怎么做？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。我刚刚主要是把那个我们的程式里面，VBA 里面的那个几个地方做修改。一就是 localhost，如果你要连别台的话，那请记得呢查一下你的 IP 位置。那查 IP 位置，你可以从右下角这边可以去开启以太网路这边，然后网路可以看得到。第二个方法是，你可以按那个 Window 键加 R，习惯上是打一个 CMD 啦，然后你可以打一个指令，以前都是用指令的啊，不过我怕你们这指令不熟。这 Window 键应该，这个 Window 键加 R 指的是可以跳出那个命令，有没有执行？啊，CMD 指的是跳出这一个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打一个指令叫 IP config，CONFIG 这个 IP config。Enter 呢，也可以看到你的 IP 位置，以前是都是这样做，不过后来发现好像从这边也可以啦，不过因为每个版本会有稍有不同嘛，所以我两个方法都跟各位讲一下，第一个是这个，第二个就是把 user 部分呢不要用 root，因为给人家 root 实在是很大的风险，我想没有人写程式的时候给 root，一般以前我们写是 database server 是另外。一个 team 在管的，我们没有权限，他必须给我一组账号密码，而且他很多地方都设得很严格哦，你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他都把你勾掉了。
好，所以以后如果你自己可以管理的话，哦，那你当然你这个地方特别注意一下。那我这边的话呢，主要是从那个我们的这边home 里面跳到什么呢？跳到这个叫使用者，然后你从这边去新增一个使用者，好啊，特别重要，这步骤刚刚的动作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好，试一下。